原标题：雍正的三大宠臣中，为何只有李卫能够善终？其实秘诀只有一个字，众所周知，自从二月河先生的小说《雍正王朝》被改编为电视剧之后，这位早期并不被人熟知的清世宗雍正皇帝便成为一个非常热门的历史话题。由于其知名度的不断提升，后世也对这位自诩以勤先天下的雍正帝充满无数的好奇。有人对他继位后大刀阔斧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推崇不已，有人则盛赞他招贤惜体，成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勤勉皇帝，但更多的人则是欣赏他在那腥风血雨的九子夺嫡中步步为营，最终成为诸皇子中的胜利者。雍正皇帝能在这场史上最激烈的皇储之争胜出，实属不易，单凭一己之力是很难完成的。当时论嫡出，他不如皇太子胤禛；论人缘，